他那时候就讲说，他那个钢管跟一般不一样，他是公转又自转，就是说钢管本身会转，然后他人当然也在转，所以你知道那个震撼是很可怕的。冰箱里面真的是有在煮东西的，真的有花是哪的？好啦，我老实告诉你们啦，你们从刚刚到现在看到那么多那个很娘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我才跟我女朋友刚分手不久，这一件是我女朋友的，这一件是我的。看 DVD 我会穿短裤，我会穿长裤，因为很不舒服，这样我喜欢躺着这样很舒服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怕冷嘛，就会盖住上半身这样。那旁边的卫生纸是干嘛？看 DVD 不是旁边都会有卫生纸吗？啊，擤鼻涕啊！如果你感动的时候啊，或者流眼泪啊，然后就擤鼻涕啊，这样子啊，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旁边放一包卫生纸也是情有可原的，是不是？我女朋友回来了，